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二课灌述，各位比丘、比丘尼，各位沙弥、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请放着。啊，我们上一堂课呢，上到这个誓要的第五页。那么第五页的倒数第二段，接下来我们看看呢，倒数第二段说：诸方客送稍有异者，以彼诸主立中不同，无非率众了脱为及物，或有至于而勤者，真目道尚切故，而惰者简，智王出离故。又有趋物而从简，出家而未读，甚至佛殿生成香灯绝迹。好，那么呢，诸方客送稍有异者，这里 就跳开来，跳开内文了，开始来谈一些，谈关于呢，当时他所看到的情况。他说啊，各方，各个道场，这里的诸方啊，主要是指大道场。古在民国以前呢、这个明初以前呢、这没有人在谈那个什么小庙的了。住小庙出家人是没什么地位的。别说住自己家里。你光住一个小庙人都没什么地位。何况还住家里，人家就不来当出家人了。时代变得也太快。那么呢，诸方主要是指着说各方的大丛林，佛教的兴衰好坏都以那个丛林里头的人才有无、开悟者的有无来看的。现在不是呢，现在还自审怎么样，我道场有多少人了，这个庙盖多少间了，什么哪里的高官大人、总统副总统来召见了，得了什么奖了，有了什么身份了，这样在讲这佛法，说什么兴盛，这哪是兴盛呢、这即世俗化去了、古来是指这样子。诸方客送稍有异者，各丛林道场啊，送客送或者稍有异，稍有不同，那是因为因为他们的诸位祖师大德啊，那个道场领导的祖师大德啊，立宗不同，立的宗派不同，因此有加减的内容不同。这里头宗派不同以外，还有什么修行的宗旨不同啊？那么呢，无非那这些不同，有多有增有减，都不碍于他的修道的价值内容啊、意义啊，那么呢，无非都是为了要率领大众来了脱生死的急务啊，完成了脱生死的急务啊，无非就是这样。不过那当中呢，或者有智慧比较不足的，至愚而勤的人，勤而真者，所以智虽愚啊。其智虽愚，然而勤而能真。有智愚而勤者真，智愚而勤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目道尚切啊，当然目啊，就仰慕、追寻修道呢的心还很急切。有智愚而惰者简。这个而惰者简，也有那个
愚痴，不自己愚痴，然后又惰又懒惰，他就自己把它减了，把它给减少了。那么这就是因为智王出离故。那么智王就是王智，就王就是失去了，失去了出离的大志愿的原因。那么呢，又有一种人，这就是他的智慧跟他的意志啊。有的人呢，目道尚切；有的人智王出离啊，智王出离，你就不想做早晚课了，整天就这样晃晃晃晃日子，说我会自己用功，啊，是这样。那么，这就是分两类人。那么还有一种人是怎么样？又有趋物而从简，当然了，有时候我们事情多了，多到都是中间做不完了。那偶尔一两次呢，啊，打个三规了啊，或者我们办什么活动了，打个三规，这个还好。这里讲的就是说趋物从简，就是只是做事，为了做事，然后呢早晚课就不做了，啊，就不做了，甚至也减少了很多了。不过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了。啊，那为了整理这个环境啊，大家心力受不来，那个时候是心力提不上来，那没有办法，那是力量有所不逮，不是说我们去把它恶心的把它重简。这里头是指的说，就反正就轻忽它，那么只愿意做事呢，不愿意啊那个这个做早晚课啊。那海公曾经跟我讲，他曾经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打佛七。啊，打佛七啊，那比丘尼殷殷勤勤的啊，请他来打佛七啊，这，好了，打佛七，然后来打了，那海公，你进去打啊，你知道他干嘛？他在外面打扫啊，拖地啊，煮饭菜，就是不进去打佛七，是这样，弄了七天了，他忙了七天，这样，他忙得很高兴，那么呢，海公一再跟他讲，哎，你进来打，不去，就有时这样，就乐意。乐意照做事啊，那不乐意这共修啊，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呢，啊，有趋物而从简，出家而未读，那甚至于出了家根本就不清楚早晚二课，未读早晚二课的内容啊。那么不读，那也不上殿喽。好，那么怎么日子怎么过呢？甚至于佛殿生成香灯绝迹。佛殿卡了一层灰，你看过这种庙没有？啊，看一看就有了啊。那么这个香灯绝迹啊，香，那佛陀自己点了啦，啊，也没人帮他点。灯早就已经熄掉了啊，香也没人点了，香火断了，哈哈啊，我们讲香火断了啊，这样。如果看到这样，你赶快跟他买道场算了啦。那种人没办法了啊。那么呢，呜呼，末世流弊呀，啊，行事沙门，心染俗世，坏佛红归，何斥富于甚心，亦且自遭业累，学者思之。呜呼，感叹词啊，末世的流弊啊，这末法之事啊，这个所流传的这种弊端。那么呢，外形有相似的沙门，沙门就习持的意思啊，就是修道啊，不是习持的，这个，哎，对，我们应该说哈，沙门是勤习的意思啊，勤修戒定慧是习灭贪嗔痴啊，谓之为沙门。不是习，其实是沙弥，啊，那么形式沙门，外形上像个修道人，啊，这里就泛指一些修道人、出家道人啊的沙门勤习。那么欣然俗世，这为什么呢？就趋物而从简嘛，整天就在那世俗事物上面滚啊滚了，欣然俗世。那么呢，坏佛红归，坏了佛的。这个好的规矩，
大的宏大的规矩，好的规矩啦。这何赤何子啊？赤的职业，旦也。何子是啊？赋予佛陀的圣心啊，佛陀立这些教法，那么祖师把它结集，让我们去诵持。我们先依佛出家，结果呢，我们呢辜负他老人家的教化，悲心啊，这是何赤于啊？何赤赋予圣心，而且啊，自己呢这样子。虚受十方的信施，道业未增，那么呢，广遭业报之累啊！将来啊，这皮毛带脚还，所以学者失之。学佛的人呐、啊，你真的要谨慎的失之啊！所以说，早晚二课用心的做啊。那么就讲这个，那么再来下一段了。那么最后讲了功课，早晚的这个功课，功课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他就从这两个意思来提思说、哦、我们每天要做的、啊、功课者如所谓事有成效曰功，那么事既呈现曰课，又为定自事，定自事之课程，以其成积者曰功课。所以首先功课就一般性的解释啊，这儒家呢也讲功课啊，这功过格啊，这个是道家所用的，他们也讲功课。那指的是什么呢？所谓事有成效曰功，做的事情有它的成效，这就叫做功了，就功劳，功劳就是功啊，事情有它的成效曰功。那么既事既呈现曰课，事既就计算什么呢？行程日限，就每日的什么？每日的内容，啊啊，那么呢，每日的那个修道的内容，啊，那么曰课，就我做了课了，我做了课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做了一段。继承嘛，做了一段时间的什么修持，谓之为课。那么定自事之课程啊，就定那个什么，定那个做事的那个什么课业程序，就是课程啊，做事的课业跟程序。那么呢，以其呢期望呢，借此能成就绩效。成就绩效啊，这样子呢，那么这样子谓之为功课。换句话说，每日应做，借此以积极完成一个成效，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过程呢，就叫做什么呢？就叫做功课啊，就叫功课啊。那么这是就一般性的解释了。然我四世之言功课者，为功济于三宝之程度，以为日用之准事也。所以呀、啊，但是我们佛家讲的功课呢，其实意思是差不多，但是他特别提的是，啊，是济为济功于三宝之程度，啊，课程进度啊。那么济功就是为济功，就是什么呢？就设计修功于三宝啊之程度。设计修功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设计一个内容，那么这样子来修那样子的啊功课，修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说成事有功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内容，我来训练我自己，修养我自己。那么这是以三宝所教的内容来修养我自己，以这样子呢的这个什么呢课程跟它的进度，每天的这种课程跟进度，以为我每日呢是吧修持的准则标准的方式。
换句话说，每日修持，让自己呢增上什么样？增上自己的德行，那么每日都做同样的内容的这种标准的方式，这就叫功课。所以功课哈，一定指的是一种重复的操作的行为，它能够一再的累积你的什么修养、德行、智慧等，啊，是这样。所以以为日用之准事，每日啊所运用的什么这个标准的这个形式啊。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每天要这样子做这个固定的形式呢？因为啊，夫学非以轨则殆啊，道非课程则罔啊。良以无人无始，障缘叠叠，不无退堕之情，色非呈现，安静妙道。是以诸祖特立早晚二课，必学者众有杂物，其课不特。若得观想精纯，则道数增长，佛果非远矣。这里呢，就最后再做个小结论，就是说，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功课呢？因为啊，如果学佛你没有这样子的仪式规则，就仪轨啊，来作为我们的规范啊，每日行持的标准，那么就可能使修道啊怎么样呢，修这个可能使修道陷于一种啊疲乏危机，那你修道就变虚无缥缈了，带着疲乏危机也，危险也，修道陷于一种危险的境界，所以说则殆啊。所以说学佛，你一边学佛是学那个道理，你那个道理你如果没有用固定的那种仪轨方式来一直在熏陶它，那只是坐而在那研究研究，就一直在看佛书，你不去拜佛，你不去修忏法，你不去诵经去洗涤你的内心，内心不够沉静，你对佛法的体悟你就不够深刻，这样子呢，你就使得你的修道呢陷于一种疲乏跟危机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自以为是啊，所以说殆，所以殆危险，会自以为是，错解佛法，所以说一直在那里读书是很糟糕的事，不可以。我常常讲说，看一小时的书要修四小时的法才可以，一比四啊，这样才可以，这个比例才可以。越到后来是修越多，读越少，只有修没有读了。因为你佛法的理解，你身心你的智慧能理解的是有限，剩下来是修去熏它，那熏一阵再来理解一段，你就有更深的体会。所以解行要并进啊，那么以解导行，以行生发解，是要这样。那么道非课程则罔啊，那么如果你要修道，你没有每一天固定的这种功课行程呢，那么就可能让你呢怎么样，对修道的方向产生什么呢？迷惑迷惘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这还是讲那个实践，也就是说你学佛了你修道了，可是修道你今天这样修修，明天这样修修，你到底要修哪一个法门呢？你就没有一个固定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一直去钻研它，就钻木取火，没有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没有固定的课程，那你就会这里修一下那里修一下，就没有一定的方法来作为你生命修道的依止，那将来临终时也好，或者长时间之后，你就会内心陷于这种对于各种法门的信心不足的这种迷惘的状态，这样懂吗？你要常常修它，常常修它，就好像这把刀子一直磨一直磨，磨得很利，烦恼来了拿起来就能斩得开，你就觉得修行有效哦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啊，你就这里修一修，那里拜一拜，这里念一念，这里又参一参，三天换个
换个题目，五天换个方法，这样子呢，那真正到烦恼来，你没有一法可用，你迷惑、恐惧、邪妄不正，迷惑不了。所以说，道非课程则亡。要有一个，你修道固然也在修，可是你要有一个固定的方法，一路这样往前去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我们道场的教学天台，行尊律仪，注意僧团，修规净度，我们清楚明白。那么什么样子佛法，我们去听到学到都没关系，但是我们主轴放于这里。那你要怎么做？你要哪怕你要看什么书，要修什么行，要拜什么忏，你就方向就很清楚。你要经那么多，你要送哪一部经？没什么话说，就是弥陀经，就是法华经，还有弥陀三经啊，法华三经跟弥陀三经啊，那要不就拜法华忏，要不就净土忏啊。那你要研究教理，要不天台，要不净度，要不就是研究戒律，很清晰，很明白。对吧？你就不迷惘嘛？烦恼来了，烦恼来，你要思维，佛法怎么样子想得开？怎么样让你想得开？你不是一下想禅宗，一下又想净土宗，一下又研究律宗，一下又研究华严乃至唯识？不，你就是用天台的教法来怎么看破、照破烦恼，就不迷惘，这修道就不会混淆方法，然后呢，好像什么都可以试试。诸位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说呢，修道要有一定的方向啊，功课也是锁定一定的内容啊，是这样。再来也当然也要注意，这祖师在做这功课的时候，在他的身仪当中啊，身心口这三者呢，也都是怎么样如法，而且能够让你得定得利益的。你不能说做一个早晚课，那木鱼搬来搬去，镜子拿上拿下，然后呢人呢转来转去，一下子这样，一下那样，那么一直在变动，那也不恰当。他就好，这个钟板颈椎什么咚咚的固定了，然后人呢稍微有轻微的动啦，怎么样跪拜了，就在原位上，你的身体就是稳定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做这种课啊，无论如何啊，哪怕你已经老男女共住的道场了，你也不要男女共同做客，那怎么能够修观呢？这是天天在那看看，这很不当啊、哦！这台湾这男女共住的道场的太多了，所以我这样一讲，人家当师傅都不愉快啊、哦。不过我还是要讲，因为佛法就是要这样子，再不讲不行。这传染到那个大陆去啊，这恶法，这真的是恶法，这不可以，这毁坏佛法的，这不可啊。那么呢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要什么结两个戒，各自做早晚课啊，各自上各自的课，不要凑到一块去，也真的不要啊。我说做各自做各自的课，因为做功课就是在专心用功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你还凑到一块去，你要听课那还勉强。说大家一起听课，像的老师嘛，那像的师父法师那边嘛，那还可以啊。做客又要对面站，又要前后排，那那气味啦、眼神啦，这极端的不庄严，就不要啊。那么就这样子的，这样功课能够做得好，就不枉了。良矣，无人无死，障缘叠叠，障缘太多了。哈、啊，我刚刚。障缘太多，重叠不尽，那因此就、不无，就不无就是有啦、就是总有什么，总有退堕的什么了、烦情，退堕哇，懒惰退堕。我想佛法修行退堕主要就几个原因，贪染世俗法退堕。佛法修行难以真上，退堕；修行找不到自己相应法门，退堕；共住不得利益，烦恼深重，退堕。大概就这几类，就四类退堕啊。当然还有其他周边的，比如说身体从业障深重造成疾病的扰乱啊，退堕
这也可也会有，不过大部分这都是来自于前面这四个其中的之一。修行没找到方法，共住是非多，不能得利益，那么呢，这个世俗染心太重，这样的，你那出离法你没有坚固，所以我说啊，那出家人少回家，那何况还住在家里啊，真是难看，极端难看。住在家里你就染世俗法，他还难道还每天起来啊，顶礼师父三拜，供养师父，哪里呀、啊？把你当世俗人看待啊！你看有人在打电话来啊，找我们这里的的居士啊，你干嘛叫哎？滚天下狼去嘞！滚你嘞啊，王居士去嘞！啊，这孩子难听的要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要出了家了，还在叫你的世俗名，还是顾二在叫你世俗名？你就要劝劝他了，不要这样了吧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，所以说古人大德，古大德他说啊，出家不回俗家，回了俗家，老欲叫我世俗的小儿之名，毫无庄严相，所以说不回家都不回了，那，何况住在俗家里啊？你真是极端丢脸啊！那么好了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这是什么呢？就退堕。因为退堕有种种情，世俗念重，法不入心，那么呢，修法没方向，共住生是非，就是这些。那要外加一个就是，这个修行不得力啦，乃至于再加一个说，哎，这个，生离业障，起退堕，遭障碍。所以出家还没出家，在做净人的时候，就要一直拜法、拜忏、拜忏、诵经、拜忏、修福报。你的出家才不会遭这些退堕之心呢、啊。尤其是身体的病啊，共住生烦恼啊。有人共住生烦恼，他就痒，就每天就要就是吧，宽停力被造、啊，为什么？没福报啊，没有福报，你懂意思吗？没有福报。以前在佛学院呢、啊，同学呀、啊，我就要他一定要出坡。有的佛学院根本不出坡的，一定要出坡。你把福报修在那里，好，将来佛学院毕业，他就不会急着想走，他会还待在那里服务。啊，一服务又修福报了，哎，很好。那么深谙道融啊，就能修行。诸位要了解，那福报享尽，你就待不住。啊，你就拿去买什么？拿去买行李箱，要来什么？要来装行李，要走路了，就会这样啊，这就是退堕。所以呢，我们凡夫啊，不无退堕之凡情。如果没有呢，设课程，立课程，若不呢，立课程，设实现。来用功，设什么时限呢？早上几点就得起床，几点就得上殿，几点就得这个开始引气儿打下去啊，就开始唱诵啊，唱诵了多少内容啊？这课程跟时限都要定正了，一定的内容就是呈现，一定的内容，一定的时间啊，然后晚上啊几点怎么样？那么如何能进于妙道啊？能前进于妙道，能向妙道佛法妙微妙之道前进呢？向他前进呢？所以啊，古来诸祖师啊，特别定立早晚二课的课功课啊，又就要使我们学佛的人，即使是每一天有杂物，每天都有杂物，做这个弄那个。那么呢，纵有杂物啊，其课不特，这个功课都不误差，都不变更，差误变更叫做特。其课不特，不差误不变更。若能这样子呢，随顺前面所说而观想精纯、诚心正意的做课。那么则你的道业之数啊，自然能够增长啊，佛果的获得并非遥远啊。这就是很白话了哈。好，那么这四要的部分呢，招募二课四要的部分，我们就解释完毕了。
现在我们讲早课轮贯轮，早课轮贯这一段文啊，这个轮贯轮呢是条理计划的意思，叫轮，所以条理贯穿叫做轮贯，也就是将早课的全部内容把它条理贯穿起来，总说一下叫早课轮贯，懂吗？它不是解释那个每一段文的文意啊，那不，它就这样全体的意义呢，从刚开始诵这个咒子、做观想等等呢，一直到最后啊，这内容哎，做一个什么条理性的什么呢贯穿，那就找个轮贯。轮本来是什么呢？轮本来是青丝所做成的什么呢头巾呢，绑在头上，古人绑在头上用的青丝做成的，所以有时候也这个字，这个轮字也可以发音成观，叫观巾，观察的观，同一个音哈，观巾，巾的是巾的头巾呢，头巾呢，毛巾那个巾呢。但在这里呢，读成轮呢，比较有条理跟规划的意思啊，找个轮贯啊。那好，就关于早课的部分了啊。那我们念一下啊，我们来看啊，看这文。行人先就全课文义贯通，以便诵持起贯，复当平时定心存熟，否则静杂心乱，是观想难成。这段文呢、就总说，所说啊，修行的人啊，每天做早晚课，当然应该先对早晚课的内容呢，就文义啊，先做一个全课的贯穿会通，这贯通就是贯穿会通啊，以便呢，在诵持的时候能够起前后文的一贯的关照啊。再者，平常更当呢啊，心定心呢、纯熟，也就平常时间呢，更要呢啊修心，让自己的心呢啊这个在啊定静之中。那么于早晚二课的文与义呀、要记诵纯熟，念记诵啊、念熟记存啊，纯净而熟悉，这是定心，平时定心存熟，是平时你就把早晚二课背熟，意思是这样啊，是定心存熟啊，否则静杂心乱，平常的时候啊，否则你平常啊就不去在这背诵它，然后呢就是到处就是不心不专注，那么呢这个境界很杂乱，也不收摄自己的心，那么呢心就非常的散乱啊。那么等到做客的时候，你观想就难以成，就匆匆忙忙上了殿啊，然后呢就做这早晚二课了，就不能够怎么样随文入观，诚心敬意的怎么样呢诵持起观。所以前面讲的定心存熟，当然也包括了什么平时呢就要怎么样收摄其心，所以这已经讲成一般时候都以做早晚课来说，早晚课之外的其他时间我们都要定心啊，摄心，然后呢于这个佛法的意念文义也要要纯净熟练哦，是这样子。纯净熟练怎么样对佛法意念纯净熟练，我们有时候学佛有时候是跟无明有关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个我懂，哎，将来我可以跟人家讲这个，你看我也懂，你懂有什么用啊，懂啊，可能内心里起一种哦，我当如是哦，我知道这个道理很好，我要拿来用，我落入我的心，这种观念，这样子才叫做什么定心的，就是纯净。
那么熟是熟练，佛法它是一再熟练的过程，这不论大圣小圣都这样。佛法的修持其实就像训练一种技术一样，它是一再的要熟练它的，所以要专精的方法你才能够长时的熟练。所以你看看那个学特技的人他平常什么时候要手就要动动，脚就要动动，他走那个木头他就要注意一下子。你看那下围棋的人坐在那儿你人坐在那儿，他就开始想，这个人如果是黑的，那这个是白的，那怎么样去逗他，他脑子里全部都在想，整天都在想这件事。所以修行的人亦复如是，修行正修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意修，离了他的时候呢，离了那修行的境界，生活中的境界当中，你也要定心存守色心，然后呢精纯熟练于那些方法，也不把心放逸掉，正用功是要这样。那么否则啊，你的境就是很杂。为什么？你离了那个修行的道场坛场了，这佛前了啊，离经文一盖起来啊，这里讲讲话，那里管管事，那个境就是杂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正在管事，正在讲话，你也知道那是为了修行，那这样境就收摄起来，心就收摄起来。所以，乃至于聊天也是要法谈啊，虽然也是可以轻松一点，可是心也是不放逸啊，这样子境就不杂，因此心就不乱。他是在讲这个事。哪怕你平常也得要这样，然后这样子呢就不会观想难成，反之就观想难成。好，故于晨早万境未动之际，心由恬静是枕衣即起，念佛顶楞严心咒，至五欲于未蒙，竖起心经通呼，只显如来藏妙，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谓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也。到这里一段，这里讲的就是楞严咒。为什么一大早起来要诵楞严咒啊？它是从一个万境不动，心仍寂静的时候呢来说的啊。那么呢，楞严咒就是楞严经的心法。那么呢，楞严经讲的是如来真心啊，精纯不杂的这一念啊，如来藏心，含摄一切功德，不染一法。然后呢，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，这就是其实讲在天台里讲，那就是他的中道实相的心体。只是当讲如来藏的时候，似乎讲成一个本体，其实如来藏应该讲成是一种用，是一种什么？一种假名之用。它有这种种的作用，功德作用，可以这样讲会更好。它并不是一个实体。并不是一个实体，密宗也是这样说明的，只是说他也没有说的那么白而已。刚开始修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我能成佛，有个真实的如来藏，这是密宗人的修法是这样。显教人一开始就不一定又做那种观想自身是佛的修法，那么你一开始就可以以一个中道实相的立场来修。那么你就可以把中道实相的用当作是一种如来藏，藏着含藏功德的意思，含藏如来的一切功德，这是本身是有用的意思的，作用的意思，不是一个实体。那么呢，楞严经讲的是这个道理，是这一念真心起急躁的作用。那么你今天诵楞严咒当然也是，那你怎么样让他能这样做呢？就一大早起来万念不动，外境也未起之前，那么整衣入殿堂，心不动，境也未动，
这个时候来专心诵这个楞严咒，将你的那个什么呢，你的真如自性自信清净心呢，让它显发，同时也因为显发能做主了，你一日之间呢，都以这个真如自信心呢为主人了，那个作用就一直现前，任持在那了。所以呀，一整天一切的邪魔外道的咒语就不会入你的心。人类最大的贪念就是男女淫欲，也就不再动摇。那么你早上万念未起之前，你先这样让你这个如来藏性起作用，那任持一整天，那你一整天当中啊，对人对事对物有男有女呢，人来人现是魔来魔现，境界繁多啊，乃至于呢有恶法要向于你，恶眼向于你，依于这样子的一个如来藏性的作用，他都能够怎么样排除不动。所以一大早要诵楞严咒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呢，尤其在坐禅专修的时候更要这样，这样专修用功的时候，一不但要诵一遍，光要诵三遍才能定得下住，哎，整天安安稳稳，没有些颠倒妄想啊，要这样。那颠倒妄想是很可怕的啊，所以说《楞严经》那特别提到了五种清净明慧作为一个修行的方便，那么楞严咒也能够这样排除这些啊、这种染污法，那么一切染污法以淫欲为主，所以楞严咒特别能够治淫欲啊。这以前呢，在清凉寺的时候，我都要男女共住的道场，哎呀，很恐怖哦。那么我就要他们呢，一定要怎么样啊？每一天哦，男众下了殿诵至少要三遍楞严咒，女众带开到另外一边去，他们有另外的住的地方，他还洞跟洞还分开啊，也去诵楞严咒啊，不然嗨、哎、呀，都是年轻人呐、啊，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，你看看多恐怖，哎呀，是这样子啊、哦。那么呢？所以楞严咒呢非常好，初学佛就是要赶快背楞严咒，因为初学佛不准备要出家在家人，那一定要背楞严咒，不背起来怎么可以啊？出家人都出家了还没背起来啊，那更糟糕。那诵什么经诵什么经，那都是先摆在后头，你楞严咒先背起来啊，不会背你先会念呐、啊，不会念你先会看字啊，对吧？你要跟得上啊。你把那个跟一句是一句，跟两句是两句，你把这边摆着，就在那里了，不念了，护法神会生嗔的，没有功德还会起嗔心。这是像那个显公和尚啊，他就说，他说有一次他小时候做早课，刚好有个大德进来了，那智克法师出去在上课当中出去迎，在迎那一刹那，他就转着看一下是谁呀、啊。转了才还没看到了，五虎就下山了，啪就打在这里，五虎下山，呵呵，啪这么一打，这一打那小孩子这么一打还原地转个圈，呵呵，这样绕回原地来、现在的小沙弥都太幸福了啊，这师父都好好跟你讲，好好跟你讲，那他还装了一副哦这样子哦，爱理不理、啊、糟糕、啊、一定要什么藤条伺候才可以的，不打怎么能够成气候啊？是吧？都嘛是打出来的，祖师也是打出来的，孝子也是打出来的，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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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的教育？那现在人那种颠倒见的，我们中国人用了毒打的教育，已经用了两三千年了。你看看教出这么多古圣先贤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这几年凭着读了一点洋书，喝了一点洋墨水，就是讲什么爱的教育，他懂什么爱，你打才是爱，是不是这样子、啊所以说呢，对这小沙弥、该打就得打、才能让他什么永名不忘啊、这个志气才能够高昂、当然不是怨打恶打，但不是这样。那么他就这样子哦，那不专心，马上就他就跟我们说，他说从那次之后啊，他做课
什么天塌下来，乃至大殿都塌了，他眼睛也不动一下。哎，你看看，就能练出这种意志出来。所以说，修行就是要用不合理的方法把你的潜能给逼出来啊。他能下这个意志，就是因为那五虎下山，那样才成就的。你看看，我最记得是有一次我去。那我在当兵啊，那陆军训练啊，陆军训练我们空军啊，那恨得很牙痒痒的，恨不得把我们这空军的少爷兵把他们操死。那也得要去那么打靶，你知道吗？那打靶的时候呢，要、那什么什么预备啦、开膛啦，怎么样？然后左脚伸出去，然后好胯下，然后往前这样趴下去，趴下去之后枪就举起来，然后这样看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专注在瞄准，对不对？好。我没瞄准，然后松开保险啊，扣扳机，然后这么一二，然后射出啊，然后讲这些话了。那我们就专注在那里，瞄准了，就忘了什么后脚跟翘起来了。后脚跟翘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班长，那教育班长拿那个枪托啊，那枪托是原木的，这样就往那个什么，往那后脚跟用那一门那一扎，哇，你痛的整个人都跳起来了。你觉得这很不合道理，是不是？老兵就讲一句话。他大眼都不瞧一下，我现在让你痛，比以后你躺在那里被人家烧掉还来得好，让你永远记得。你这句话，他这么一讲，没人讲话了。到了靶场，每个那个教育班长就像疯了一样哦。那你要一讲话，你要这样稍微晃动一下，他是怎么打你的？以前是这样拿拳头往你的胸口这样捶下去，现在不是了。钢盔一拿起来就往你那钢盔上面用力这么一扎，扎了个整个眼镜跑到好远，然后整个人在晃荡晃荡了，嗡嗡嗡嗡嗡嗡嗡这样子，那头已经好几个洞啊！你知道为什么？你在靶场当中你还不专心，这已经在敌人面前了。你现在我不打你，现在打你让你晕头转向，总比以后一个枪打进来来得好，一个子弹打进来好。他这么一讲，没人有话说，连我们这种大专。空军兵都没话讲，你为什么？战争是残酷的啊，战争是残酷，当然你是有惰性的，我只好用这非理性的方法让你去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残酷，你能活得下去，所以这是很合理的训练了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面对无常，无常是不是残酷的？那么一个小孩子来了，他就是以玩乐为性，包括我们自己啊，就以贪婪为性。所以古代里头那个知客司，好、哦、那个纠察司，藤条上殿是不离身的了。他不是打小孩而已，连大人都打。那显公和尚人后来长大了，长得高、哦，长得高。那位新换来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纠察司很矮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了打他的巴掌啊，站在拜殿上面这样打，这样还打得到他，还是打，照打。看起来不合理，可是你就这样能够一辈子能够，只要上殿就专注，自然养成习惯了，你就是那种习性嘛。啊，那种习性无始以来了，人家只好要制服你这种无明，只好用一个什么强大的力量，让你的无明感觉可怕，让你的自我爱呢发挥作用，然后、我被打，我怕不行。因为不行，常常警策啊！因为警策久成为习惯，习惯了你就成为一种修惯的方法。所以这是对他慈悲，这不是我们教的人说，有嗔心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啊、哦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看那个长老，那住过丛林的，受过所谓不合理训练的，你就会看到他们特别有修道的味道。他们特别有那种丛林里头那老修行的那种格，你就会感受得到。所以说这个早课晚课是上殿的这种威仪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来诵持，要专心，不然不能感通啊？你的身心嘛，而这种身心要完成，要有时候就要透过大家什么定于课限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时间到就要上来，可是这样子呢，你也可能在当中潜水混啊，你念就好了，我不念。在丛林里，要谁要是用闭口真言，也是一样，五虎下山，呵呵，也是这样子，都是要念出来。你不能
我也在念了，这不行，也要出声音。他就在旁边听，他躲在你后头旁边听，一没有一转身就一个巴掌就过来。所以诸位这样了解嘛？所以说呢，关于这个晨早万境未动之际，心有恬静，整一集集叫念诵，这个以真如心为本，诱发这个真如心，让你认识一整天，能够远离这个贪染的楞严咒啊。这样最后是所谓你呢心静都寂然不动，那么来诵这个咒语，能感而遂通，其实就是自己的心相感，与诸佛的心相感，所以感而遂通。一开始就要诵楞严咒，所以刚开始诵楞严咒那个观文要慢，然后诵咒子呢要拥文，声音平顺，然后速度呢足够的快，快到一个程度，然后大家诵词，大家同一音同一心讲诵词，容易修观，容易入那个诵咒的利益，得那个诵咒的什么呢息地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课程先上到这里啊。向下文长赋予来日，我们回向啊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志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志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志归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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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